你来啦！来了，就是他。我不是抓了鲶鱼吗？这个要烤着吃的话是需要些时间的。那么在这个烤着的时候，我们去玩点有意思的怎么样？有意思的吗？嗯，好啊好啊。凯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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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一家，小凯文一张，艾莉一张，一人一张。就是呢，我们现在要去走鲶鱼迷宫，在走迷宫的过程当中，需要寻找六枚鲶鱼图章，把图章在这上面啪啪啪盖上。啪啪啪。那上面呢有钟，所以今天谁哒啦哒啦哒啦的人就赢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图章，图章，图章在哪儿呢？在那儿，在那儿，找到了。哦，什么呀，堵住了。哦，天哪，这边也堵住了。哦，路被堵住了。哦，到底在哪儿啊，我找不到、啊。到了到了，终于到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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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找到了。找到图章了，盖上。哇，找到了。我得快点找。我一定要先找到。哪儿啊哪儿啊，到底在哪儿啊。好，就是这儿了，没有时间了。第二个，第二个，哦，很好，我已经第三个了。那儿，那儿，那儿呢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盖上图章。上面有图章吗？有吗？没有吗？知道了。哦，左边哦，找到了，放在这儿。第二个图章。小凯文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两个，就盖了两个。艾莉要赢了，只有两个。小凯文走过的路我也去走一下，开心呢、啊、第五个，最后一个，叮叮，呵呵，找到了，加油加油。艾莉你好哦，三个，呵呵，好了，三个成功。不好意思艾莉，我先过的。这里没有，小凯文、我都看了，这里没有。枕头，去那边看看吧。让开。没有没有。这里不是有吗？第四个图章。这里是朋友，上面好像有呢，找找看看。啊！啊！摄影师朋友，你真是不行啊！摄影师朋友真不行。摄影师朋友明明知道这里有，应该告诉我的。哎，也是。小凯文还在努力的找。哦，要去哪儿找啊？得再快点了，是这里吗？哦，这里有哎。好了，五个了，五个，五个了，五个。小凯文，哦，找到了吗？等一下，我找不到呀。一二三四五，找到五个了，这么快？嗯。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嘿嘿，我也是五个，五个就剩一个了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。那我也先找到啊。哎呦，艾莉最后一个在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在哪儿。什么，在艾莉后面不是吗？骗人骗人。快点盖啊。为什么骗人？盖过了是不是？快点呢，快点快点，小凯文，真是的。我还以为我会赢呢。我赢了，我赢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小凯文下去吧，去吃好吃的烤鲶鱼吧。